新人选手多出了一位。稍等一下，为什么不直接淘汰争议最大的谢超东、王峰？你在这七位大将当中惨败，而我只是上次赢得不够完美。你现在都有资格坐在这里，为什么我没有资格站在这里？凭什么？我不服。没有时间再争议下去。日本队已经濒临下，你们还躲在那里干？